为你介绍异之源净水器 Pro， 有了 UVC LED 紫外线灭菌技术以及 E3 极致活性炭滤芯，异之源净水器 Pro 净化再净化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考验它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这个吗？来实验看看吧。接下来你将会看见异之源净水器 Pro 的滤净效能，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一定要记得不要在家尝试哦。像这样的实验会直接消耗掉 E3 极致活性炭滤芯的寿命。家里的异之源净水器 Pro 应该用来过滤饮用水。这个实验我们来帮你做就好。现在马上开始吧。蓝莓与巴西莓果汁流进净水器后， E3 极致活性炭滤芯能够滤除污染物。接着 UVC LED 紫外线灭菌舱开始工作了，它会灭除微生物。你现在看到的是非常强大的滤净效能，让家人每天都能享用极净甘甜的饮用水。看看结果吧，我们得到了洁净透明的水，而且喝起来的口感也很好。嗯，没错，真的很好喝。